内侧，我们伸展到内踝尖，这里凸起的地方呢，这是内踝尖，从内踝尖往上八个横指的距离呢，就是肉骨穴，这里就是肉骨穴。我们找到它之后呢，用大拇指的指腹去按压，逐渐用力深按，以局部呢有酸胀感为佳，保持六秒钟不要动，然后松开，休息六秒钟，然后再深按，一压一松为一个循环，一共点按呢5到10分钟左右。也可以呢用大拇指的指腹对肉骨穴进行旋转按揉，按压的力度呢以有酸胀发热感为好，每次按揉100下，每天呢要坚持有规律的按揉。肉骨穴归属于脾经，有健脾养胃、帮助消化的功效，经常刺激呢可以改善腹胀、消化不良、放屁多等。